迎收看《聚焦2.0》，我是高文英。今天这位名医，他是关节镜手术的权威，30年来处理过3万起的案例。这个阿娇姨是刻苦耐劳的阿嬷，可是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生活她就定格了，瞬间定格。接着她的抹布就掉了，肩膀下垂了，这典型的旋转肌断裂。也有一些名人有这样的问题。今天名医告诉大家，关节镜手术当天可以出院。他今天会示范如何缝合旋转肌，今天会讲到自律神经失调，严重的话恐怕会致命。因为最近是疫情跟战情接连的轰炸，有一些艺人他曾经形容说：“好奇怪哦，我感觉那个心脏突然之间不见了，而且呼吸困难，血压飙高。赶快看你中了几个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这么多，包含手、足、头。”眼一直到肌肉跟关节，有治疗方式吗？中医告诉大家，其中一个治疗方式叫做翠针，翠针可以救自律神经失调。这个阿姨哦，她已经被名医形容说，哇，她的求诊症状几乎是五花八门。首先介绍今天的名医群，一起来欢迎罗东博爱医院院长、暨教授叶文玲院长好，文英好，大家好。台安医院复健科主任医师钟佩珍主任好，文英好，大家好。中医师郭威淳院长好，文英好，大家好。潘若迪老师，嗨，文英好，大家好。资深医药记者黄素卿，文英好，大家好。一般来讲，一个钉子后面带两条线，哦，所以我们要做2次。是。那这种手术的细节有很多种哈，我们是适宜其中最简单的。那这个个案它是旋转肌断裂，从这个地方会伸进去到关节里面。那我们现在假设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旋转肌哈，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去把它带过去哈。关节镜手术的权威，这是阿娇姨。阿娇姨是一个刻苦又耐劳的阿嬷，她常年早起做羹汤，结果就在某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她要抬头擦窗户的时候，竟然瞬间定格了。这个就是典型的旋转肌断裂。可是素卿，我们知道名作家黄越绥，他也曾经有左肩旋转肌断裂的问题，假设不开刀的话，这个肌肉恐怕会萎缩。是，阿娇姨还找得到一个突然间的瞬间动作，可是黄老师不一样，本来是在右肩，然后很明显的呢，就是明显的酸痛不舒服。他当时还在想说，有可能是50肩，他心想我70岁了才得50肩，赚了20年还不错。那一开始所有人面对的方法都跟黄老师一样，止痛药啊、贴布啊、按摩啊，3不5时还自己加强甩手，想说这样算是一种复健。哎，奇怪了，自觉好像好一些了，没想到后来开始左边痛起来，而且左边痛得更严重。他这个时候，年纪大了，这边痛那边痛，就是年纪大了。所以一开始继续吃止痛药，后来发现不对，他开始坐着也痛，躺着也痛，甚至最严重的时候，睡到一半转身碰到痛得不了刺痛。所以这时候决心去医院检查，就发现说，哎，不是，他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旋转肌断裂。医生还说，你这个呢，如果不接回，他可能肌肉萎缩，到时候你左手可能包括一些动作都没有办法做。旋转肌断裂它其实是一种退化的疾病，那大概有95%是退化，5%是受伤。那退化跟受伤的人，他的产生年龄不一样。如果是退化的话，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上。但是不要觉得旋转肌破裂就一定会痛哦，其实没有哦。根据统计，有30%的旋转肌破裂的病人，他一辈子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其实旋转肌破裂不代表一定要手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旋转肌手术真的不要几个钟头，这个一个熟练的医生大概半个钟头就可以结束了。是哦，基本上也不怎么需要住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它是微创手术嘛。那我知道肩关节手术它的复健的早晚就决定它后面的成功与否。那更重要，因为是关节镜手术伤口很小，就几个小洞啊，不像传统手术可能要搞个5公分、10公分的，所以这个费用会差很多。一般来讲是从3到6个月跟6个月到1年之间的差异。好，但是老师你怎么了？你是疑似50肩啊，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运动伤害吧，但是也不晓得，就是以前都没有症状，现在突然有了。那年纪也到了，就像你讲嘛，那个院长讲的大概差不多60岁嘛，我今年也60岁了，所以也应该要痛一下。永远的25岁啦，对。那痛一下的感觉就是你手没有办法抬起来。对。那当然，因为你自己是在这个本身就是在这个行业，你现在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让他做一些复健比较简单的一些方法，但就是觉得奇怪，有时候会起不来。可是起不来的时候，我想我也要告诉我的学生说，当你的手抬不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哪些的运动？所以我就会告诉他们说，你起来应该要怎么做。譬如说，我会自己觉得我就像猴子爬山一样，我们常常会说，你把手抬高，把手尽量往后举。尽可能把自己的手举起来。首秀大公开，叶文玲院长特别介绍奥运级的名医，曾经随国家代表队出征奥运，国内关节镜的权威。所以院长，包含这些肩膀、膝盖的手术，你已经看过3万例的个案。所以王建民他怎么回事？最知名的他就是旋转肌断裂吗？ 王建民比较复杂，他其实是一种过度使用症候群，他旋转肌也不好，群也不好，然后最后他也钙化得很严重，那在肱骨的最上面的部分跟肩峰之间呢，会有一块红色的这个东西，这个叫做旋转肌，然后它因为它盖住在肱骨头的上面，像个袖子一样，所以有人把它叫做旋转肌袖，它简单的讲，它是由4块肌肉所构成，那在最上面的这部分主要是棘上肌跟棘下肌。 那在这个肌肉跟骨头中间，它有一层滑膜，所以一个是旋转肌袖断裂，一个是滑膜发炎。那滑膜发炎，我们就可以把它简称为50肩。哦，它就是50肩了。对，好，有一段影片，我们请院长来说明。这铆钉后面会带线，后面带线，这个线呢就是用来缝合旋转肌的线。线是指就是它像等一下我们看到，那像这个像我们带蓝色的这个线呢，对，是现在用来带。 我们刚刚打了钉子，后面带了线，所以在真的手术结束之后，这个蓝色的线就移除了，就不在身体里面。哦，那这个是在打蓝色的线，蓝色的线是要带刚刚钉子后面带了一些花线，就大家各位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拉出来？对，他就把这个花线拉过来哈，然后拉过来之后，一般来讲一个钉子后面带2条线，所以我们要做2次。是，那这种手术的细节有很多种了哈，我们是适宜其中。 最简单的。那这个个案它是旋转肌断裂，这外面就是我们的外面看到的肩关节，那里面呢，如果你把它拆开来看，可以看到这是肩峰，这是肱骨，哈。那如果我们把它盖起来的话，经过这个皮肤，然后插到里面，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在荧幕的这个显示呢，就会看到我们关节镜里面，肩关节里面的样子。哦，这肩关节有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放大。 本来这么小的东西，我们可以到荧幕上可以放得很大。我们为了示意方便我们就用这个模型来看。那这个钉子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钉子哈，我们先把它打到骨头上面去，打到骨头上面去之后呢，因为它后面带线嘛哈，我们就把这个拔掉，那这个就丢到边去了。之后我们就会用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蓝线嘛哈，从这个地方会伸进去到关节里面。那我们现在假设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旋转肌哈。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去把它带过去哈，我们就把它这样带着，把那边拉过去哈，这样拉过去之后，我们再把这个线带过来。所以花线是会留下来的，就对了。这个花线是留在身体里面的，我们就把它带过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绑起来哈。那绑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工具推它哈，因为我们手伸不进去，是我们手伸不进去，所以一定要靠这个哈。各位可以看到，那我们用这个方式去推。 我们就可以推到关节里面去，然后就可以把它绑起来哈。那一般来讲，这个大概要绑大概7个结哈。是，绑到7个结。对，一定要绑到7个结哈。这关节镜的手术，它跟传统手术的差异在它的伤口是0.5公分嘛，对不对？它只有几个小洞。这个其实一般来讲，至少你需要3个洞。但是会因为你的换位的不同，然后你可以有不同的伤口。但一般来讲。 最困难的手术，大家所需要大概到5个洞。接下来我请院长1分钟来教大家，奥运名医说要锻炼旋转肌啊，旋转肌怎么练？那我教了很多都是阿公阿嬷，所以我反而把它弄得很简单。好，就记得上下左右跟脖子拉一下哈。第一个哈，就把我们的手往上推。哦，暖身的时候常做。对，那第二个平面以下，哦，第三个到后面去也是一样，先上面。 啊，第4个往后哦，好的。那第5个动作呢，就是一定要把这我们所谓的斜方肌哈，把它拉松哈，所以我们就是这样。5个动作多做它。对，但是每个动作它有个要诀，就是你一定要配合呼吸啊。你吸气的时候是开始拉，然后你在出力的时候，你要开始慢慢吐气。一定要配合呼吸，不配合呼吸，你的效果会打很大的折扣。然后另外一个，每一下。 大概约20秒左右，那大概量力而为。但是我一般建议就是说至少要10下以上。我要请教潘若迪老师，老师你怎么了？你有一次说练舞练到手脱臼，而且腰椎也已经错位了。哦，我看到这段吓一跳，你因为喘不过气求诊而且仔细看什么，发现自爆性的气胸，肺部破2公分的洞。切除了1/3的右肺来保命。这个其实都是一些，我是说这个大概是一些运动伤害了。啊，那其实当初那个情况是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了。那因为你知道它是自发性的嘛，是。所以你想想看，我不抽烟不喝酒的人，我没有任何夜生活的人，那这样情况呢，一定就是所谓的运动过量，或者说可能在我当初的环境里面，这个空气不是很好，所以好像就突然来了。对，那在那个几个月当中，在恢复的过程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那个医生跟我说，你至少要1年、1年之内都不准动。对，不可以再做一些剧烈的有氧。其实我坦白说，我3个月就开始在动了。也就是我其实回出院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每天早上4点钟我就到山上去了，我就去走山了。我走山一直想训练一下我自己的肺活量。他当初给我一个仪器叫我吹，他说你一定要吹到一个饱和。那刚开始其实回来的时候你吹是没有办法吹到一个饱和的，但我知道我第3天之后我就吹满了，我就可以吹到饱和，所以我就让自己，我一直不服输，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糟糕，而且我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还年轻嘛，就怎么可能还可以这样？好，我就训练自己，让自己觉得这样子，就肺部分就目前为止都是 OK 的。那你说因为年轻时其实因为在地上跳舞，那个时候喜欢在地上龟背打转，那个转过来转过去，那个谁不受伤啊？那一定会。我以前做那个滚轮啊，所以我每天要这样300个量，但是为了直接让训练自己的腹肌、核心啊，让自己好一点。就后来发现，久了之后就发现已经开始受伤，但是你自己没有自觉。现在呢，还是一样照常做，只是用的方法也不一样的，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做法。所以其实，我跳舞当时因为转，所以腰受伤了。然后因为甩手的关系，也是因为霹雳舞关系把手脱臼了。我还是一样，我即使脱臼，我在台上一样把它做完之后，我才会非常的敬业。对，现在开始浑身是伤，可是呢，我发现我的复健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任何的你还可以做得到，年轻人做得到的，我还做得来。太棒了！今天现场有一位超级权威的、知名的复健科医师，他很凶，但是他很有效。素卿，这不是我们讲的，因为他是前总统的御医，许多的知名作家这样形容他，是他的病患，说他好凶哦，包含谁？包含那个美人姐也是，我也是。我们要介绍病人去中医师那边，都说他很厉害，但你要注意，他很凶。但是请不要当面说，因为当面说他的护理师会说不是凶，他是认真。为什么呢？包括那个他的书嘛，他的书其实都一直很受欢迎，所以到现在应该已经3版了，对不对？3版出了第3版了，也是。然后其中那个他的病人之一是刘墉，作家刘墉。刘墉在推荐序里面也写了他的就医的过程。刘墉是会打网球的人。所以可能东西也提很重，所以他是不知道自己到底网球的原因还是提重物的关系。那一阵他觉得手肘很不舒服，手肘不舒服，一般人还是一样先自己来啦，止痛什么用？后来到发现连领毛巾或做一些动作都有状况，才决定要求医。旁边人就介绍说，当然找中医师啊。然后最好笑的是，他说。那做完了嘛，然后治疗检查就要提起他的包包就走人啦、啊。他突然间发现，中医师一个箭步就跑过来，拿起他的包包。原来这么重，你提这么重，你的什么会好呢？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可是我现在已经换成左手提了，因为刘墉自己觉得我右手的问题，我换左手提就好了。他说不行，你要换背包，用背包背着才行。真的，中医师常常提醒他的病患，就是我现在帮你看完你的病，你不解决你身体这些错误习惯是不行的。我凶啊！好凶啊！好凶啊！我是穷病人，看到他们的文章我才知道，我一点都不凶好和蔼哦。真的不是凶，是认真。我是觉得我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是相当的投入，所以旁边的声音我都听不到所以变成说他们就觉得我很严肃还怎么样。那有一个好朋友有一天也是这样，从门缝里面看到我，然后他进来的时候他说拜托你笑一点啊。我说我一直在笑所以我不凶，还蛮多人知道我的弱点，欺负我的。这个是钟佩珍医师的新书，已经到3版，叫《复健诊间笔记》，这里面全部都告诉你复健运动该怎么做。来检测潘老师，我要紧张。旋转肌不一定要开刀的好，所以我们也会看病人的对象、年龄、使用的方式。然后，因为他来求诊的话，一定是不想开刀。主任说这段话一定要讲，而且不能剪，这他的态度，凶不凶？没有啦，不凶。所以我一定就是说看他的背景，对，然后再帮他，就是给他一件意见，要不要开，要不要怎么样再说。面带微笑。好，那我现在先看一下老师，他50天有问题吗？好，用这里，哎，往天花板的方向推我，用力推，用力啊，对，用力推，哦，这样推吗？对，我现在测的是它的旋转机，潘老师的右边稍微差一点点的力量，右手是吧？有，一点而已，好一点点，好，嗯，我不知道你哪一边透过去。 你们没看到钟主任的表情，维持这样，真的蛮凶的。由这边往上推我，用力，用力，这个不错，哎，还挺不错，嗯，可以。它的旋转机还不错，哎，太好，太好了。然后靠椅背，手这样摆，我在后面，请你举起来，举起来，不错哦。哇，右边有没有问题？没有，角度很大。 弯起来也可以，有没有问题？哦，没有，好舒服。好，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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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来。好，这样有没有问题？嗯，没有问题。右肩会有一点点酸，是，嗯，所以有一点点酸。它的旋转肌恢复的不错，哎呦，然后它的右肩一点点的内旋的时候有点粘连，哦，粘连。可是呢，我们不把它当做50肩。OK。 这应该是六十肩，还是更年期的差不多。省着用。如果你已经是50岁以上的话，注意一点。嗯。60岁以上的话，尽量这种超过水平以上的东西不要做，少去劳动。啊。哦对。所以常常病人呢，我会跟他说，超过水平的动作不要做。他说呢，运动呢，请大家注意哈，劳动。 跟运动是不一样哈，老师在讲。如果你在做运动的时候呢，你认为擦窗、擦什么东西是运动的话，来我家，嗯，我家很多东西这样让你运动，是，所以那个叫做劳动，是劳动，那个会伤害。好 ，OK， 你看好哈，嗯，这个肱骨，肱骨，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旋转肌，旋转肌，这个是锁骨 ，OK， 啊，肩胛骨，这个形成一个。 肩关节，嗯，我的手抬高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一块？对，这一块上跟下就夹住这个了。哦，所以地心引力让我们的年龄越大的时候，肩胛骨会往下压，嗯，所以一定会往下垂的。所以你的手再往上去做事情的话，这个两个中间就叫做完全明白，哦，这就是原理。然后一次又一次的话，就把它夹断了，就夹断了。那同时也要说一下。 旋转机它就像一个洋葱一样，它是一丝一丝，你可以把它撕开的。所以呢，你的动不对的时候就把它裂开，所以叫裂开、撕开、撕裂伤。好，那要不要开刀呢？我就是说，看年龄、看背景。如果你是一个运动员，就像王建民的话，你不帮他开刀，可能日常生活都没有办法。可是已经是一个。 6、7岁、70岁以上的，或者就有一些身体不对的话，我会看情况。嗯，因为旋转机有4条，嗯，它就像一个桌子一样有4个角。嗯，如果只有一个角有一点点问题的话，你不要再放那些重的石头在上面嘛，省着用3个角绝对可以支撑的。都听得懂，太清楚了。但是有更好的、非常实用的，听说你带了盐巴。 啊，对对对对对，哦，那是要驱邪嘛，老潘就邪门嘛。对，因为最近煞气比较重。对，你要知道在疫情期间。因为我已经跟病人哈都知道他们的一些习惯，所以我通常都不会像潘老师一样哈，要一些很昂贵的东西我都不要，随手可得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很昂贵。有，你们都买什么名牌的？我没有，我没有名牌的。我没有，我只有车牌。我的盐巴、米、绿豆。哎呦。 好，红豆甚至于糖，只要它有一个重量，所以在家里我们都把它弄成一个重量，就可以做重训了。等一下，老师，你看我后面的东西也大家都是，所以我们有回收厂拿回来的，准备了盐巴。哦，有盐巴，对，这个我知道。那这个盐巴的话，如果你要用在脚上面的话，通常呢是坐着做，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抗地心的一个重量的训练。是是，老师只能用盐巴，不能用柠檬，对不对？ 柠檬，你绑得住柠檬的话，就整袋嘛。柠檬是弄到上面会脚会酸嘛？你拿整袋好了。哦，按这样啊，就有那种网状的那个。对对对对，就拿整袋，1公斤就好了。哦，对啊，整袋哦。哦，就是绑。他是说吃柠檬牙齿会酸，绑柠檬腿会酸。反正他说什么我都可以哈。对，你看回应的。看老师多亲切，你们怎么会说谁是说他凶的谁？来上来，这个就是抗地心引力了。好咸哎，哈，嗯，好咸，回去洗澡。哦，好，哦，够咸啊，哦，对，所以这个很舒服哎，这个，然后这个呢是练我们的手。哦，手，如果你有网球肘，手腕的那种僵硬的话，转，这个固定。 这个用转的，转上来，一边固定一边转。对，好，再放下去。哎，这是一个方法。右边固定，然后左边转，两边转。所以这个两边同时。这个同时。哦，对，有没有？对。然后记得是你要转弯，对，因为你转弯的时候，它转另外一边，然后这边转到换右边，有没有？对，你要灵活运用。哎，不要撞到那个。哎，不要撞到前面摄影师。对。二号机注意一下，而且对，这个只是扫把的棍子哦，所以不是名牌，绝对家里面有的，所以不要有借口。看，戏法人类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老师教你真好。 郭瑞珍医师是董氏奇穴的第4代传人，这个案啊，家庭主妇打扫受伤了，结果就诊的时候发现说没有办法弯腰跟向右转身，你怎么治疗他？对，因为这样子讲，我们站立的时候用力可能不好施力，所以很多的这个家庭主妇她把这个弯腰的这个动作，也就是打扫的动作做得太过了，增加了腰部的负担。当然，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让它减轻疼痛，比如说我们手上的这个穴位，灵骨跟大白，灵骨是在这个大骨跟食指的这个旗骨之间，这个灵骨穴，然后大白穴是在这里，这我们就可以自己 DIY。好，假设我们是在左边的腰在痛，那我们就压右边的，对，右手的，这个真的有效，穴位真的有效，很酸。那压的时候，我们当然不一定说只有这些工具，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指压的时候往 骨头的方向推，那个效果会更明显，效果更明显。再来是腕顺二，后面的部分就在这个痛的这一边，用腕顺二。腕顺二原来就是在这儿，对，因为我们比较少介绍到这个穴位。对，我们这样讲这个跟合谷的这个全息律是一样的，它也是分上中下三焦，也就是说头部、胸部跟腰部的部分，所以腕顺二的位置大概是在腰部的位置，甚至更以下的。好，今天要拿起相机拍下来。 这个是院长告诉大家杜仲护腰汤。比如说杜仲的话，它是这个强腰膝的很好的药材。当归它是一个活血加上凉血的这个药材。那牛膝的话，顾名思义是把我们这些吃进去的药材带到哪里？腰部、膝盖的这个部位。那续段一样，强化筋骨的这个部分。三七啊，它除了活血之外，它还可以这个行气的部分，把这个所有吃进去的药材 带到需要的地方。最后葛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运动之后，或者是说我们受伤之后，肌肉它是会紧缩的。那在紧缩的同时，我们需要用葛根去让它达到一个缓解的这个状态。今天听说带两个法宝，一个叫做金箍棒，一个叫降魔杵。这个像不像那个金箍棒？小小一支就可以达到很大的效果。那降魔杵的话，它比较大支一点，它可以直接做对肌肉啊达到直接的按摩。我们腰部受伤，其实 它牵扯的范围蛮广的，会到小腿的这个阿基里斯腱的这附近。比如说，它是我们要一开始让它比较轻松的按摩。哎呦，很舒服哎，素卿，你要试试看。哎呦，妹，您这一段您自己享受就行了。然后我们在加重力道的时候，我们就用点按的。点按哦，对。哎，这很是不是很像我们自己用滚轮？对，哎，适合。哎，有感觉。这里放松之后，我们再往上走。让老师屈下腿，右脚屈下腿，一样可以用降魔杵做按摩的动作。那同时，其实我们也可以用手肘。臀大肌按摩的部分。这个穴位是在这是环跳附近。然后再来腰部的部分，我们也一样可以用降魔杵的部分，去帮它做按摩。当然这个力道都是偏小的。那实际上我们直接用手肘也可以啊，对。 哇，太好了！这个节目要常像老师的部分呢，因为他训练得很好，他肌肉是比较结实的。我们这样按压，它是放松的。好，谢谢院长。一天要这么多啊？对。哈，否则会有肌少症。因为300克就大概是半斤嘛。这我一周都吃。所以说我们台湾人吃的肉类都普遍都不够。长辈要留意的是肌少症，严重的话恐怕会致命。来，院长，这个怎么回事？40岁的男性不热身，结果有一次说打篮球落地的时候，感觉有人是踢他的脚跟，瞬间无力倒地，阿基里斯腱断裂了。是啊，那第二个案例，他其实从事铁人三项，他也是一样不热身，但是因为一样，结果到最后呢，膝关节里面的软骨呢就坏掉了。那这样的人，他们的共同特征除了不热身之外，其实还有共同特征就是肌肉变差了。肌力不足。对，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在现代人来讲是相当的普遍。普遍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我们在不同年龄去切的话，在60岁以上的话，有60%以上都是肌少症。那如果是40岁以上，其实现代人来讲也大概有一半。这个是我们的小腿骨哈，在这边，这是我们的脚足部的骨头。那如果我们把它趴着，各位可以看到脚跟后面这边有一条阿基里斯腱，那这边就是断掉的地方。其实阿基里斯腱很长，它的长度可以到了27、8公分哦。那这边断的一样，大部分都是从这里往上4到8公分的一样断裂。如果用微创手术是可以100%复原，但是如果你用传统手术的话，它有10%到30%的人，它会很容易有并发症，所以传统手术大概我们就不推荐。这一般来讲，我们要做肌少症的检测法，它其实。这不是最传统，最传统是测握力，是，然后看看你能不能从坐着站起来，能不能走路，能不能爬楼梯，然后会不会容易跌倒。可是事实上，这样的检测事实上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做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用保特瓶来检测是比较容易的。来，淑婷姐姐，麻烦你手拿这样子，如果你可以这样子，然后再放下来，然后再抬起来，这样算一下，如果你可以连续10下都没有困难，基本上你就没有肌少症的问题。3。很好嘛，4，他轻轻松松哎，院长，到第10下再说嘛。真的吗？哎，3，所以一般长辈都做得到吧？哎，不见得哦。4，5，3，像了10下，那所以你姐现在觉得手位，觉得感觉怎么样？还不错，还好。院长好，因为我要跟你说，这个其实要做12下，标准是12下，因为我们是10下就已经太少了一点，因为10下是时下年轻人，他已经 hold 很久了，对，所以你要做12下，对，就这样，他这样已经可以了，hold 到差不多下礼拜2差不多就会知道，是不是很 OK？ 好，所以院长肃清姐没问题。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还有个用意就是说哈。刚刚那个中医师有示范过，其实我们在做宣传剂有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拿到这个时候你这样转的时候，其实会没有力。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诊间都是叫病人做这个测试？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这里，就可以它也可以跟宣传剂有问题可以合并测试。好，大家知道，其实院长他瘦了很多，您说您瘦几公斤？我最胖的时候是89公斤，那现在是71.7，标准。来，这个是在瘦身之前，这个人还打马赛克运动。那这个是在瘦身之后的院长，差了17公斤。他早餐只喝咖啡，午晚餐尽量不吃淀粉，不喝饮料，每天摄足量的蛋白质。那你有举一个例子，70公斤的成人，假设我只吃鸡胸肉，够吗？够，这样可以哦，这样可以。我第一次来上这个节目就是穿这件裤子来的，真的啊？那是2年前，然后那时候那个淑清姐在，那时候这件。但是我现在瘦下来的最重要的方式哈，运动是基本的，但是光运动是不够的。对，你一定要配合饮食。那配合饮食呢，其实最重要是蛋白质。那蛋白质我们一般来讲，如果以正常人来讲，你每一天每公斤所需要蛋白质是0.8到1.2克。但是对60岁以上的人，他需要到每公斤需要到1.5克。所以假设以70公斤来讲，70乘以1.5就是105，那这只纯蛋白质。但是一公斤的肉里面，它大概只有含有22%到26%或者28%不等的蛋白质。所以简单的讲。105你把它乘以4，大概就是你所需要一天所需要的肉量。所以如果是70公斤的人算起来，对，大家都需要大致上需要300到400克的肉类。一般来讲，我们这里面会有蔬菜，各式各样的蔬菜哈，然后搭配上这个鸡肉，好，然后加上饭。不过说坦白，我饭吃的非常的少哈。那这是我的早餐、晚餐。那这是鸡肉，这边就是大概你一天所需要吃的鸡肉。其实我们。针对于大概台湾的中老年人，我们去做过统计，一天要这么多啊？对啊，否则会有肌少症。因为300克就大概是半斤嘛。这我一周都吃不到。所以说我们台湾人吃的肉类都普遍都不够。长辈一天要吃到这样一天的量，这是一天的量啊。啊！所以各位可以衡量一下自己吃的够不够。没有，而且我讲的是1.5克，这只是说一般的老年人。对。那如果说你有活动量更大，在极端值或者比如你可能参加一个比赛，或者你有在练马拉松，你可以到2克。嗯。但是如果你蛋白质量增加之后，你就要去检查自己的肾功能，看你的肾功能 OK 不 OK， 如果不 OK 就不行。那这个就是 NG 版了。哦，这个就是 NG 版，就是说不要吃。就是我很喜欢吃法国面包，因为我以前也在待在美国的时候，是超爱吃法国面包的。法国面包又再加上奶油，哎呦，哇，真是人间美味啊！可是现在就不敢吃了。还有卤肉饭，卤肉饭，饭本身卤肉饭，因为我小时候是念台北市的日新国小，那日新国小旁边就是台北市圆环，圆环什么没有，卤肉饭超多。基本上我现在淀粉类基本上几乎是0。泡在辣里面的时候呢，你就拿起来，啊，它上面有一层。啊，那我们会重复的，哎，而且觉得温热的非常舒服，重复的就做比例怎么也是这样吗？再上来。好，到底什么是板机指？什么又是热疗？板机指呢，其实是我们的手的肌腱发炎。把你的手张开哈，你会看到就是说手掌里面呢，其实每一个都有一条肌腱。其实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退化跟老化。那比如说我们50岁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条件呢，跟25岁的时候已经少了25%。可是我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是没有减少，而更多。比如说带孙子啊，帮小朋友做便当啊，这一些，所以。板机指其实就是肌腱过度使用，它肿起来了，然后这边因为有一条横的韧带，所以它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所以这一条呢肿起来的时候呢，它卡住了，它过不去。那你看哈，它的左边的手哈，它伸直的时候，右边很顺，左边，对，为什么啊？啊。如果更严重的话，哈，病人是弯起来以后没有办法直的，然后因为他有进步，所以我请他让我拍的时候，他愿意，因为他很开心，他有进步，所以这个已经算是有变比较轻松了，要不然很痛会卡住，所以他就像板机一样嘛，所以我们叫做板机指，其实就是每一条肌腱。它发炎的时候都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的。我们今天要讲热疗，来素卿姐，因为素卿姐她手指曾经好像是的受伤，其实到现在也还没好。其实哈，我是觉得说素卿，如果我说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啊，不是只有关节会退化，是我们的肌肉、肌腱、韧带啊，就像绑粽子的那些绳子都会退化的。所以使用上面呢，量跟时间可能要控制一点。是，就是不能一直滑手机。是的，手机是现在的真的是凶手。那因为蜡疗本身呢，不只是对我们的肌腱，其实对我们的关节都有帮忙。因为蜡本身呢，它的熔点哈比较低，所以差不多在50度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溶掉了。所以它现在是可以，所以直接进行蜡疗。泡在蜡里面的时候呢，你就拿起来，哈，它会在上面有一层，啊，那我们会重复的，哎，而且觉得温热的非常舒服，重复的就做笔录什么也是这样吗？再上来，差不多。用10下，然后让它有一层蜡在上面，因为它本身呢哈，它的热哈很慢的渗进去，所以做完10次以后呢，我们就在医院里面，我们用一个塑胶袋把它套起来，再用一个毛巾把它保温，差不多20分钟。20分钟以后呢，我们就把蜡拿下来，那你会觉得你的手很舒服，因为它散热很慢。那而且因为我们有放一些矿物油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你的手哈，因为我们基本差不多会做6到8周嘛，是第4、第5周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症状减轻以后，你的手很漂亮哦，还有保养的功能，10下了，了解。所以正常是要套塑胶袋，然后再包一个毛巾。那因为在医院里面呢，我们蜡哈是公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洗干净你的手。所以我们做蜡疗只有做手部，那很可能私人的话，你要做你的脚都可以，因为医院没有这一项。我要请钟主任来加码1分钟的橡皮筋运动。来，主任，请教大家。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因为我是晨泳的，所以我自己晨泳的老师有没有听到晨泳？晨泳啊，因为我自己在水里面呢，因为水的阻力很大，所以我用水就这样做。那如果大家哈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情况，用橡皮筋，橡皮筋这样张开，好，或者是说。 全部都可以，就用橡皮筋一个阻力张开就可以哈，练到你的手指的力量了。哦，如何张？主任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啊，把它套在上面，对，然后张开，或者是说食指张开，这样，随时随地我们就一条橡皮筋运动。对，好。那如果说不想用橡皮筋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我说，病人你不要让他太复杂的，太复杂。 他会逃掉，所以多这样的手部运动是的，所以现在很流行就是那个5、10、15，没有5、10、15，对，都可以，只要你10下就好。中庸，我采取的都是中庸之道。你会觉得是一种游戏，其实很棒哎，是的，真的哈。好，你看到啊，针它现在慢慢变红了，对不对？对。红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好快哦。 疫情跟战情接连轰炸，压力过大导致自律神经失调。其实，尤其最近是什么？最近是战争，对，乌俄战争。再来，疫情稍微和缓了，所以有一些投资人诉请，哇，边辣聊边做说明。哎，真的，尤其是你看2月24号开战啊，开战后没多久，哇，台湾的股市创下5月多以来最大跌幅，投资人心里7上8下，也不知道这个仗要打多久。尤其每次一说经济分析，就在想说，哎，俄国离我。 我们那么远，应该打不到我，但是股市会打到你。虽然看起来台湾的股市相对抗跌，不过他们说，包括你会发现，第一，油价就涨了，很多民众就发现，哎，油价开始涨了。然后未来大宗物资也涨了，因为乌克兰是很重要的粮仓嘛。最近广泛性焦虑症就医的人是越来越多的。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只有广泛性焦虑症，那就还好。有些人会严重到他的自律神经是没有办法切换回来的。那有时候真的太紧张，那太紧张，大家都知道。 刚才为什么说自律神经失调也可能会造成死亡？因为最常见的猝死的原因就是心因性死亡。心因性死亡呢，最近就发现，哎，好像不是年长者的专利，不论是从之前的。 高伟翔到之前的黄鸿升或闵金城导演，你会发现说，哎，为什么年轻人会突然间就走了？他们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因为心因性的疾病，第一个，心肌梗塞这很常见嘛，可能是血管狭窄或干嘛；另外一个可能心肌病变。他们说第三个有可能是你的自律神经的问题，造成你过度兴奋，过度兴奋的结果不论是太累的，或者是其他原因，情绪。 太过差别太大导致的，有可能造成你自律神经过度兴奋之后斑块剥落，斑块剥落塞住一样可能造成一些猝死，所以真的还有好好调节很重要。哎呦，是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从里到外，尤其是从心理去影响到生理这一块是非常严重。你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甚至于精神方面的问题，其实很多的症状都是感觉。 他来看病的时候真的是5花8门啊，求诊症状5花8门哎。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他说他是腰部的疾患，去检查椎间盘是狭窄，但是因为没有凸出来，所以医院方面没有帮他做。我看了很心疼，这个症状都写不下。他一开始他说他有腰部疼痛的现象，甚至臀部疼痛像这个就很像这个坐骨神经痛。问题是。 他去检查，居然没有去压迫到神经。那我们去帮他解决之后，哎，这些症状就一样解决了。再来，他告诉你，他会胸闷、心悸，就跟我们刚刚这些明星发生的现象是一样的。甚至于他没有办法吸气，他会说我吸不到空气，呼吸气短的这个现象。再来，因为是女生，所以她有潮热盗汗的现象。哎，不要说只有女生哦，男生一样会。像我们这旁边这个案例，男生他一样会有。 这个潮热盗汗的现象，年轻人他从夏天看到冬天，冬天他不是身体好哦，他其实是身体发热的一个现象，头部的这个百会穴跟上行穴哦，那其实还有这个印堂，因为毕竟翠针它还是会留下小小的疤，一般脸部我们就不做，你看我们现在在做百会的，速度好快，而且我看到你是先点火，先烧针，利用这个棉花。75度的这个酒精，烧起来之后，对针这个做烧取，而且点一下就拔起来哦。对，所以这个叫脆针。脆针一般我们带进去的能量是跟一般的针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针扎下去之后，我们要停留25分钟到30分钟，甚至像我做自费的，可能要更久，可以做到1个小时。好，这边要百会穴，上心就是其实在发际之间。按照你说这个我们发秃的人怎么办？有一个很好的量取的方式就是眉毛往上，大概4指的这个宽度，就是可以找到这个上心穴。在两眉中间的这个印堂，其实就是我们董氏奇穴的这个镇静穴，它也可以达到镇静的效果。其实会有自律神经失调这些人，我们需要扎这些穴道，让它有镇静的这个效果，让它不要觉得烦躁。再来，耳朵上有一个耳神门穴啊。大家可以互相看一下彼此的耳朵，我们耳朵上面是不是长得像一个 Y 字形的这个缺口？那里面有一个这个神门穴，其实自己也可以按压，你看我这样按压都按压得到，利用手指骨的边缘，后面的大拇指往前推，食指向后压，你大概就可以压得到。那我们在现场里面，我准备了2种哈，这个是传统的，你看这个针相对的比较粗。那这种针扎下去，一般病人承受度是比较差的。是。那等一下会用这种示范一次。那这个新的，我们用这长得像一般的毫针，它长得像一般毫针，这个扎下去就迅速多了。再来一个，它的痛感就没有那么强。好，你看到针它现在慢慢变红了，对不对？对。红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好快哦！我们没带到那个画面，好快哦！就这样子。对，就这样就进去了。可是当你手的这个，我们讲说技术不纯熟的时候，也许这个针我们再一次。那火的最上面其实是最热的地方。这个时候针上面有点肉的味道，然后好了 ，OK 了，进去了，非常快，是不是几乎都扎在同一个地方？但这都要经过训练，不然你扎的穴位就是跑掉。那您刚说另外一种，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就是一般，应该说我们现在用的脆针。你会发现，脆针小支的就特别很快就红了。好快的速度！谢谢院长示范。最后再加了我们的莲藕，那这个就是呢我们的补骨脂。补骨脂啊，补骨脂院长这样。然后我们再把它加到我们的这汤里面，再把它加热一下。仔细看它的动作。欢迎介绍今天特别来宾，台北六福万怡酒店主厨5星主厨朱育瑋，朱大侠你好。文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春天是吃鸭肉的时候，所以今天要介绍非常丰盛的1鸭3吃鸭肉宴，不燥热降火气。等一下中医师要独家告诉大家补骨脂的鸭肉汤，春天这个季节可以喝。来，1鸭3吃包含什么？大家最惊奇的就是我们加了跳跳糖，因为其实一般的北平烤鸭是加绵糖，那因为我们想要让它口感层次更有味道，所以我们加了跳跳糖。所以第1吃就是鸭片加跳跳糖，是没错。第2吃包含那第2吃的话，我们就会做我们的鸭肉松。鸭松，对，我们鸭松包罗曼叶，那其实吃起来是非常咸香，然后配上生菜非常爽口。所以1只鸭它最好吃的部位是在其实我们1只鸭最好吃的部位是在腿的内侧的部分。原来对，就是我们大家在吃，所以为什么鸭腿那么贵？那其实我们在吃片鸭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会让皮，我们会先片皮下来，然后再来去片肉。对，那皮的部分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可以配合我们的跳跳糖。那肉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搭配着我们的饼皮一起吃。对，你看我们现在在片的时候，我们的肉老师已经快受不了，说好想吃。是，你看我们在烤的这个的温度是刚刚好，所以我们的肉还是淡淡的粉红色，没有破坏它的那个肌溶蛋白。真正的鸭肉里面我们有这个优质的蛋白。再来吃进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它里面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足够，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再吃额外吃什么橄榄油、葵花油进去了。冬天有麻油鸡啊、姜母鸭，你看姜母就是利用姜母去除这个鸭肉的寒。那你看我们的这个烤的鸭肉是不是用火去去除它的寒性？我们主厨他已经开始在包饼皮了。是，这就是我们的第1吃。真的有声音哎，真的耶。是，等一下我关一下。手机要关震动，也太清楚了。对，好大声。是啊，你接下来片的部位是？对，其实我们都会把它片一片。那最后呢，我们会把鸭子的鸭架拿去做鸭肉汤。好，在片的同时郭院长要告诉大家，你可以这样做，自己在家做，这个叫做补骨脂鸭肉汤。春天呢、啊，要养一下肾，哦，不是只有养肝而已。那再来一个是说，那我们里面有二地二冬，哦，麦冬、天冬，再来这个生地跟熟地，这样子这4味药材的话，可以达到这个养阴的效果，最好的效果。再来是我们的这百合，那莲藕的部分，它也是养阴、滋阴、安神的这个效果。跟莲子啊，它其实你看，一个长在地底下，一个是长在花上面，对，哦，所以它两个都有养阴安神的效果。那莲子安神的效果会再好一点点。嗯，那在我们的这个方里面还有这个柏子仁，柏子仁它也是一个养阴安神的这个食材。我们用大火去滚我们的鸭骨，我们刚刚的片鸭的鸭骨，最后再加了我们的莲藕，那这个就是呢我们的补骨脂。补骨脂啊，补骨脂就长这样。对，我们刚刚已经把它做成一碗。药汁对，一碗药汁，然后我们再把它加到我们的这汤里面，再把它加热一下。仔细看它的动作，补骨脂加热，放进这个鸭肉汤里面。我们如果把药材直接放进食材里面去烹煮的话，你会觉得这整锅汤苦的不好吃。是，所以我们把这个药汁先煎煮起来，对，啊，事后再把它添加进去。其实我们这盘上面都是拟真的甜点，包括你看到这个香菇，其实它不是香菇，它是香菇包，哦，做成香菇造型的包子。那还有这个看起来像人参，其实它是人参酥，它里面有加了莲蓉跟人参粉。那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杨梅果，看起来其实像杨梅。那像我们这个，我不是玉米的，其实我是用芒果的果泥去做的。因为粤菜的话有个叫杨枝甘露的甜汤，我只是把它做成分子料理固体化，所以它现在变成像外表是玉米，但是我里面是放柚子肉还有切开它，切开它，它真的不是玉米啊！是它真的不是玉米，其实完完全全的不是玉米，它就是西谷米跟我们的柚子肉，所以它是杨枝甘露的固体化。是没错，我把它做成分子料理了。真的，我不相信好不好吃。对，来，它这个香菇是真的香菇吧？它这个是包子啊，香菇做的包子。而且你刚刚，哎呀，真是你们人真好，对不对？一整个包子。你又没说天真岁月人真好，对不对？天真岁月人真好嘛。是，所以香菇是包子，玉米是西米露。是，一般家庭主妇你建议它还可以塞一些东西。其实呢，我们这个是我比较特别用心去做的，就是我们食品用的矽胶膜，那我们要1:1开模。那其实我们可以用玉米加鲜奶油做的。我是高文英，请到聚焦2.0 YouTube 频道进行订阅，同时到聚焦2.0 FB 点赞。